是我家己做主，我的生命你会当卖接受。你凄惨落魄，你嘛袂当怪我，要怪爱怪你家己。你正义够有完整，你有能力，够有教效。你是一个优秀的查甫人，我就是看准这点，我才唔捌把我的感情收回来。不管谁跟我讲，我拢无要听。我知影，你欠的是一个机会。你若是抓到的，一定会当爬到更较高，你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，我会当跟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煞这尔死脑筋，为着过去的感情，为着无法度后日的订婚，你甘愿跟我雅婷安尼拖磨？我雅婷到底会当帮你啥？你敢有法度把陈兆仁调职？你敢有法度让你妈妈的目睭接受移植手术？你敢有法度提钱给你何解？你啥物拢无法度做，你干那会晓做一挂苏有玲会当做的代志，然后用幼稚的道德观念束缚你的人生。我该要问你一解，你感觉接受我对你的感情？你若是无做出选择，检察官你无当做，王雅婷嘛早晚会离开你。可你若是选择我，除了王雅婷袂当留的，我什么代志拢有法度支援你。方美兰，我会甲你打的。你甲恁爸爸妈妈的关系，我会甲你做伙弥补。我拢讲到这，你敢阁想袂清楚？你若是有款势，你绝对是一个难敌的对手。啊！不过我袂予你这个机会啦。你还是恁较注意茫茫，逃避现实较规气啦。杜承安，我是柯小平。我不是王雅婷哦，你有看清楚无？我看清楚啊，我人生我家己决定，啥拢无得阻挡。是够我的买，我介意照顾你的感觉，咱去边仔公园吃好无？我看你的手，你袂惯手。没啦。你骗我，袂惯手就是你这种的表情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袂怪你，因为你接受我的感情才几点钟呀，还阁需要时间适应。啊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你骗我。